我什么时候你他妈毛驴撂了挑子了？咵就是沙和尚啊，挑着担是吧？妈撂挑子了，猪八戒撂挑子不干了，操你妈，西天我也不去了。就是毛驴啊，蒙着面，磨着磨着，我操他妈一脚给那磨给踹了，叭，磨给踹飞了啊！可能他妈这个后蹄子也骨折了。这有这天的时候，是你醒悟那天啊，是有这天的时候，你说明你醒了，你懂了啊。希望每个人能早点到达这天啊。